台南检调侦办光电弊案，案情升温。行政院前顾问古盛辉，他担任负责人的力阳能源公司被控非法取得台南光电厂土地，而市府承办人在审查业者申请案的时候发现资料不齐全，但是呢有市府员工指证，经发局前局长陈凯琳曾经指示这个案子是上级交办。检方在昨天传唤的台南市长黄伟哲作证，另外提案的提讯在押的陈凯琳，还有约谈的力阳能源业者，总共有六人来进行对质。黄伟哲侦讯四个小时请回，之后他说，因为呢检察官要求要严守侦查不公开，不希望访问后接下来被依泄密罪法办，因此没有多说。但是这个案情是向上发展，恐怕会冲击到地方的政局。好，我们来看到力阳能源，它的这个五案的场景是在2021年的时候提出了新办的计划书，当时呢为了躲避2020年7月8号上路的2公顷以上的上场的需要由农委会审查的门槛，所以他采取的是小面积土地变更的包裹方式，改向台南市府经发局来申请，也就是俗称的小二价。因此呢，有地方的民代透露说，力阳能源的抢地的手法相当的恶质，如果你原承租人不同意出租的话，他就会检举你是渔翁翁寮等等的手法，就是要赶走原承租人来取得国有地，然后化整为零来进行使用。而且呢，三名承办科长卡关，后来呢他们接连职务都异动了。好，这个案解套后来就核准了。好，来看到检方认为说，这三个人呢是分属经发、农业跟地震局，前经发局长的陈凯琳无从伸脏手，所以检调现在找来了黄伟哲，就是要请他来协助厘清谁帮力阳能源踢走这三颗挡路的石头。好，我们来看到立委谢龙介对案情也非常的关注，同时也有深入的了解。他说呢，台南市经发局前局长陈凯琳涉及的贪渎罪，一审的遭判8年，二审改判6年，但是呢仍羁押中。那么市长黄伟哲这部分是有必要要说清楚的。好，有很多的国民党的议员就说了，其实黄伟哲呢未能严谨用人，会遭到约谈是并不意外，这日后呢恐怕还有未爆弹。那么有一些资深的法界人士认为，不排除检方这个动作是为了厘清黄伟哲确实没介入，所以呢政治的意味是大于办案。好，但是呢资深立委检察官立委呢这个吴宗宪呢他却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待会儿就来听听他是怎么说。好，另外呢立委郑政前也说了，力阳能源公司呢总裁古盛辉不但是有小英之友，而且呢跟民进党新竹市党部共用地址，把这个绿能呢近邻搞成了跟黑金近邻了，这党主席赖清德不能回避，这个部分也应该要说清楚。好，整个事件呢今天在联合报还有中国时报都有做了评论。现在看到联合新闻网表示说呢，这个检方在这个时候约谈黄伟哲是全案即将要侦结，程序上约谈市长是过个场，或者呢是这案情还有新的进展吗？检方应该要适度的对外界的事宜，不要说拿侦查不公开来作为是政治人物的保护伞。另外，中国时报也报道说，这光电弊案呢连环爆，光电业者不乏绿营人士或者是绿油油引发的民怨，现在持续的闷烧。在过去呢，被视为是铁板绿的台南市黄伟哲，2022年的连任得票数比预期少了10万票以上，外界就研判了绿营呢得要面对支持度松动的事实。好，看到呢黄伟哲在昨天遭到了台南地检署传唤，就是为了厘清力阳能源被控非法取得光电厂用地的案件，以证人的身份被约谈了4个小时。除了黄伟哲之外，加上了官员厂商6人出庭来应讯，而检方也借题了羁押中的台南前经发局长陈凯琳出庭，当场跟黄伟哲来对质，比对双方的证词。立委谢龙介就说了，检方早就掌握了陈凯琳背后光电弊案的资料，这次约谈黄伟哲就是希望赶快厘清案情，但是时隔了9个月才约谈，是不是有帮黄伟哲解套的政治动作呢？但是立委吴宗宪认为这是外行的说法。
台南地检署侦办光电弊案，29号上午9点25分，台南市长黄伟哲经传以证人身份遭传唤，经过4小时侦讯后，约在下午1点半离开，却再度被请回应讯。现场大概有6个人，然后从前后大概2个多小时，那我分配到我的时间大概将近40几分钟。这出弊案是力阳能源被控非法取得7股5天296万瓦太阳能光电厂用地，去年5月底遭到检调大规模搜索，时隔9个月首度约谈黄伟哲，检方更提讯收押中的前台南市经发局长陈凯琳出庭，双方对质比对证词，理清案情。从去年啊，爆发陈凯琳局长向业者索贿，其实这是检调之前就已经掌控了很多他跟光电业者不当的资料，市长会被检调，以证人身份询问的4个小时，我想也期待检调能够在短期间尽快的厘清事实的真相。值得玩味的是，过去台南光电弊案连环爆，而黄伟哲一直都置身事外，也没被指控牵涉其中，时隔9个月竟然变成相关证人。有法界人士认为，不排除检方这个动作其实是在光电黑金疑云纷扰下替黄伟哲来做解套，政治味道大于办案。检察官用什么身份传唤，基本上跟有没有帮这个人解套跟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不可能用一个证人身份传唤这个东西就去认定他有涉案无涉案或是解套，这个用这个评论是有一点外行。拥有检察官背景的立委吴宗宪就认为，单以证人身份去做任何的评断是言之过早，期待检调能尽快给社会交代。记者台南综合报道。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